老公过早吗？好像要洗澡。老公洗澡吗？别蓬头。吃到隔壁桌都回头。想说怪好吃第二集武汉的美食，首先听说热干面一定要先吃的，有一种麻酱的感觉。对，麻酱。这是当早餐吗？还是早餐？早餐。对，早餐热干面配面窝。什么？大根大搭？对，这个很像是甜甜圈的感觉。这个好吃，这个我喜欢。哎、啊，我想吃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豆皮，三豆。My God， 这也太厚了吧！它是糯米，哦，像我们的糯米啊，这好吃哎、欸！煎这个是豆皮煎，这也是早餐、啊，这是早餐，这是铁打的早餐，宵夜不会卖这个。铁打，比它的早点都很碳水。生烫牛肉，生烫牛肉粉。哦，它是麻，不是真的超辣。这该不会也是早餐？早餐有，宵夜也有，24小时的早餐，所以武汉人不吃晚餐，只有早餐跟宵夜，只有宵夜，吃完整天都不用吃了，24小时都是吃早餐，吃早餐，每天一直吃早餐，好棒哦，周黑鸭，哎，它有点卤的吗？卤的，那这个呢？这锁骨，鸭锁骨。锁骨，这很适合下酒。喝窝头来一杯，谢谢。不浓的不喝。这个很赞，的确很会推荐你。那这个呢？藕汤呢？对哦，有幸福的感觉，我喜欢。第一名，没有，还没吃完。这个是不是也莲藕？清炒藕蛋，藕蛋，蛋，清炒藕蛋，对，就是藕的第一代嘛，它是它的小时候。哦 ，baby， 这个也好吃。这个是这是什么？莲蓬啊，这可以吃。这是怎么吃啊？天哪，莲藕奉献他的一生哎。啊，甜的。哦。这个叫什么？莲蓬，莲蓬啊，莲蓬头，莲蓬头，莲蓬洗澡的莲蓬，酒酿类的，好像是非常非常经典的。这个是早餐的，在一趴里面的，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哦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因为我平常就会吃。是酒酿，这个很多歌迷都说这家是你开的，我开的。蔡林记啊，就这样默默的赚了大家很多钱。最推荐的莲藕汤一，还有这个生烫牛肉。哦，我还忘了它，还有它，它，还有这个也很好啊，这个莲蓬。莲蓬，只要是藕类的我都喜欢哎，我发现，我好饱哦，天哪，我先要休息一下，吃太多了。好了，吃饱了，肚子也变大了。